时候你还自己营就造了一个局是吗？就是让大家可以彼此走进那个。对，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真的，其实像坤儿啊什么的，渣渣好一点点哈，他们坤儿这种都不是爱说话那种，都比较内向的。对啊，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，哎，我参考我自己哈，就平常我是一个样，我喝点酒可能就比较放得开一点。所以我就想说带大家去个什么夜店呐、啊，然后玩一玩啊，做做游戏啊什么的，可能就熟悉了。哦，我们的开机 party 是吧？啊，船上的，在船上，然后大家就都然后有当地的那个人打碟，然后我们开着船。然后喝点酒，因为太冷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穿还挺少的，然后大家喝点东西，然后那个吴亦凡还被老徐控制不可以吃东西，然后我们还偷偷跟他说走，带你去吃，他说不是，然后还怕被老徐发现，然后最后还是被我发现了，还是吃了是吗？对，然后我都忘了，但是有一天我看一个那个 EPK 的视频，然后就他在吃东西，我又把盘子抢过来，然后拿叉子说还敢吃，OK。然后当时我们还穿，我记得我穿的特别少，然后过一会儿张超的那个外套就脱下来给我了，然后还是冷，然后吴亦凡也外套脱给我们，就是他对我们女生，他们俩对女生还都挺照顾的。然后到最后就是基本上男生外套都脱给我们女生穿，男生外套都在你身上了是吗？然后我们大家就聊得挺好的，因为那天老徐就他也希望我们能够聚在一块儿的时候多聊聊天，像朋友像同学那种感觉似的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喝完酒之后，喝酒前喝酒后是两个人吗？我基本上我基本上已经发现不了，因为你看不吃东西对吧，因为我让大家少吃东西嘛，因为这样拍出来比较好，所以我要带头先不吃东西，然后把自己先给饿瘦了，然后因为要不然我让人家不吃，人家看你那么胖你怎么还在吃，因为你也演戏就说我嘛，是，然后喝酒也一样，就是因为我怕冷场嘛，然后我自己就先把自己喝多了，他们到底喝完了以后什么表现其实我不太记得，我只记得那时候我们在那个夜店嘛，布拉格一个很火的夜店，然后就已经开始就是玩得很开心了，然后就会有那种外国人就过来有点搭讪那种感觉，然后我就看远远的两个高大的身影就走过来了，还说就那意思就是你们是谁啊，这是我们的朋友，那种还挺会保护女生的那种感觉。